我叫邵春生，天津宝坻人。有一次和朋友去砖厂，看到马舵工人非常辛苦，目前国内没有这个马舵这一块，全部都是人工的，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他们解决。所以一开始起步的时候耗尽了我将近100万，历时了就是1年多点把这马舵机做出来了，机器现在已经遍布全国。这个是前边输送部分，它的功能主要就是什么，叉车放这一段以后，叉车马上就离开了，它就是缓解叉车的压力。分板机它的功能就负责把这个一层砖一层板一层砖一层板一层层分开，叫砖板分离装置。板到位以后，把板桶的这部分推出来以后，砖流到滚筒出头带上面。这个是板舵提升机，它是每一次升上了以后，每落下来一张板降一个高度，落下来的板降一个高度，到输送机上，板舵输送机等待叉车来取走。马舵输送推送部分，它的功能是把这个砖直接推送到抽板马舵这个环节，从底下升上来以后，每过来一层砖贴板抽拉一次马一层砖，直到20层或者18层够数为准，这马舵下来叉车叉走。操作一键启动，剩下全部是自动。过满了以后，它整个设备自个儿停止。1小时能顶12个人工，能码8到12包，相当于20多吨呀，将近30吨吧。这效率最高的。10个小时就300吨呀。我这有个摄像头，我这摄像头是啥？我通过远程能看到这个机器整个的工作状态。每个用户都装2个部摄像头，我能看他工人怎么操作，能看实际的运行状况，机器哪个地方合理不合理。对于那个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研发这一块，我们要自个儿淘汰自个儿的产品，不要等到产品被别人淘汰。质量上我们是层层把关的，用料用专用材料，出厂之前专人来质检，保证在0.5毫米之内的精度。只有这个精度上来以后，这个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才会更好。服务上我们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整体的效率非常非常高，占地面积非常小，马的砖的种类非常广阔非常多样，而且设计上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造更加智能更加合理更加高效的设备来为人类服务。